两块五，可不可以给两块给我买个水喝？我到时候把瓶子卖了还你啊，好不好？我这有钱吗？我发现了。哦，没钱啊。好。啊。来说，买苦瓜，可不可以给两块钱买个水喝？没有。哎，那你给我啊。好人啊，好人一生平安啊，大叔。来来来，好。好人一生平安啊！好，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可以给两块买水喝吗？啊，可以给两块钱。阿姨，可不可以给两块钱？哎、啊，我不要茄子，要两块钱吗？没有。我刚给大叔给要的，就两块钱。五块怎么卖，大哥？三块。三块钱。三块钱进。哎，早上买四块钱，三块钱很便宜了。哦，哦，那个是吧？好甜啊。三斤六两。三斤六两。多少钱？谢谢啊，老板。大叔，刚才我把车停在那里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个流浪汉，你两块钱给他。是啊是啊是啊，这么好心啊！哎，好心的，你看见我？对呀、啊，我在那边看到你。他要两块钱干嘛？他说给这个喝水，卖水的客户。卖水的。哎，我都给他两块钱，他们在博啊，他没有啊，我都给他两块钱的。你兄弟非常的善良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十多钱的，太多了，我都给不出去。你个老老大了，找不到多钱的，很空啊，找不到钱的，农村找不到钱，找不到钱。你兄弟真的很好，哎。他是不当水客，他说您是好样的，向你学习啊，在别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一下人家，对不对？啊，谢谢。你说一下，大叔啊，我没有什么特长，我会变魔术，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。你看把这个魔术变得好吧？认识我吗？刚才那个流浪的是不是我这样子的？啊，那就都得。有点气、哎、有点气。那你觉得是不是我？我的人老的都不敢说。现在是在上海。他说其实刚才那个人就是我。哦、我是你、啊。对，我、哦、对对，我就是看有没有在我困难的时候、哦、有人伸出软手帮助一下我。哦、啊，没有其他意思。大叔您是。您是我今天最一站的最有缘分的人，也是最善良的人，所以的话啊，我也要报答一下您。哎，不要不要要，这200，不要，这200块是我一点心意。哎，您刚才说了，你也家里也很漂亮的样，您拿着，不要，这是我一点心意。到时候啊，我帮你放这里，您拿着啊。哎，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您不容易，家里也有困难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对。菜买了买，搬过来的孩子啊，我这里。不用，拿着，没事的，这是您善良的回报，知道吗？到我家去就容忍我多少容忍，好的，容忍我自己的啊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人家说我贪心，没有，一点不贪心，这是您应该得的啊，应该得的，说我贪心了，两块钱，来，这是香油了，也是送给您的，好吧？拿回去给您的孙子吃，给我孙子，好吧？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哎，好的，一生平安啊，大叔。好的，我先走了啊，好的，一生平安。哎，两块五，人家卖五块钱，两块五，慢。哎，早
找朋友没找到，能不能借3块钱给我坐公交回去啊？哎，我真有钱啊！我没有钱啊，阿姨可不可以借3块钱？可以，可以啊，给你啊，给我。哎呀，你好心人哦，啊，你好善良啊，来来，哎呀，谢谢哦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过来哦，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过来给你哦，好不好？随你啊，随我是吧？随你啊。好，借了3块，我再找人借个2块钱，来来。能不能借2块钱给我？2块钱，我要回家坐公交车。啊，那行行，给我。一路走来，一定看见花开。这是一切。谢谢两位奶奶哦，到时候我过来再还给两位奶奶哦。好好。嗯，好好好。谢谢了啊。我都明白，好，再见。对，我借钱过来了。谢谢你啊，这完全还有一点点呢。借你2块哦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借你的应该是我，谢谢你才对。我这个没错，这个一点点啊。你这有房嘛，再借不拿嘛，是不是？这个菜，你的菜买完了。我买完了。你这样吧，你这个一点点这个菜，给我。卖给你啊，好不好？卖给你，你要我卖给你啊。送给你啊，送给我这么好啊，送给你啊，不要钱了，送给你啊，你要完了啊，要完了9块钱，你那个9块啊，9块钱是吧？10块钱吧，10块钱了，谁多1块给你说啊，都这么好心的让我，是不是让我那个1块钱还让你找给你吃了，这个送给你吃，送给我吃啊，给你，等我回家了，来来来，这我们买了很多，这个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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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了很多，这话每人奖励你们100块钱，好，谢谢啊，早点回家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开心吗？今天开心啊，好，走了啊，再见啊。只是不甘心花开，只是一青菜。大叔，开不啊？走开，走开啊！还要不给5块钱喝个水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买饭吃。哎呀，可以啊！阿姨，可以给5块钱买个饭吃吗？我两天没吃饭了，肚子好饿呀！没钱了，没钱了。阿婆，行行好，可不可以给5块钱吃个饭？阿婆，行行好，能给个。3块钱吃个饭嘛，两天没吃饭了，没有吧？来说，可以给3块钱吃个饭吗？阿姨，能给3块钱吃个饭吗？阿姨，可以给3块钱吃个饭吗？我今天我两天没吃饭了，可以？没办法了，没办法，可以给5块钱喝个饭吗？阿姨，阿婆卖南瓜呀？
哎呀，我两天没吃饭了，可以给五块钱。我不做饭的，我要买饭吃，可以给五块钱吃个饭吗？先生好，给五块钱吃个饭可以吗？相信你还在这里，给五块钱。好人一生平安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好的。你等一下把这个南瓜卖完就回去了。回去了。好人一生平安。好人有好报。你有两个南瓜的是吧？再买我就我准备回家了。准备回家了，这南瓜怎么卖的？一块一根了。一块钱一斤了。自己种的是吧？我自己种过啊。哦，自己种的。自己种的，量啊。哦。这两个南瓜你，我要了。啊？我要了。你要啊？啊，对对，这个是你的吗？我的。哦，是他的。准备回家了是吧？婆婆。五块了。两个才五块钱啊？少多一毛啊，五块钱了。两个南瓜才五块钱。哎呀，今天买了多少钱啊，伯伯？我说您今天全部的菜买了多少钱？头年我这几也闷着这。90块。哎，伯伯，我刚才站在那边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个乞丐啊，过来向你要钱，你给了五块钱给他。你那么好心啊？给五块钱给我。啊，我三天没吃过饭呢。三天没吃过饭，看他可怜是吧？昨晚我你没做工，我身体不好啊。哦，你问他为什么不去做工？他说身体不好。您善良啊，您非常的善良，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啊！我看到了，所以我就找你，我想你把这个南瓜给你买了，早点回家。是您善良，知道是您善良。我看到他走一圈没人给，就你给了。我不要五块钱。啊，你看你两个南瓜才卖五块钱，你就给了五块钱给他，你心地太好了。啊，向您学习啊，不，今年高寿了，70岁了是吧？啊。谢谢你啊，阿婆啊，像你这样的好心人，我们向你学习啊！您是菩萨心肠，肯定好人有好报的，啊！你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，来，这些牛奶送给你吃，啊，可以可以。另外，是啊，你帮助了一个有需要的人，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温暖。啊，我没要饭，你没事没事，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，阿姨。您刚才帮助了就是我，要，这个是应该的。您的，您拿着来，过来。你帮助了一个有需要的人，所以我也帮助一下您，阿婆。这200块钱给你买东西吃，好人一生有好报，好人有好报，阿姨，这是我刚才说的，好人有好报，这个必须的，您拿着啊，买点东西，我帮您放着，您早点回家，早点回家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好人好报，拿着，必须要，要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您接着好吧，收下，一定要收下，好，走了，啊，伯伯。走了啊，好，但是我那个钱也要还给你，就拿着好吧，好，再见啊，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，这个阿婆太那个了，这个阿婆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，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，肚子饿了，可不可以给几块钱买东西吃啊？钱的手机都没开，你叫我拿，你真是开玩笑。啊，没有啊。老婆，可不可以给？我就想问你拿钱，你把钱带回来，你喊吗？你喊吗？好。不，这么好啊？来，这么好啊？好人有好报哦，谢谢你啊，老婆。阿婆，还没卖完啊？还没有啊？没有是吧？你心地善良，刚才帮了我啊，我想过来跟你把菜买了，你早点回去。我现在也拿钱过来了，刚才谢谢你给钱给我吃了饭，谢谢你啊。好吧，你看一下多少钱，这里我全要了，买完你早点回家，好不好？那个重量你不要了，这个是吧？没。人家
个不是我的。哦，那个不人家的是吧？我船不要了哈。怎么跟？十块钱是吧？好、嗯哦。十块钱，刚才还你五块，谢谢你啊、哦。那这个菜你帮我装起来，对，这个100块来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好人有好报，谢谢你啊、哦。好人一生平安啊！谢谢奶奶好心啊！好人有好报啊！其实奶奶，我不是真正的讨钱的，知不知道？我只是看有没有好心人来帮助我，对吧？谢谢你的好心啊！好人有好报啊！好，再见！我换一个妆，你就不认识我了，是不是？我看你这里长得是什么东西？成年的什么流啊？血流是吧？啊，是啊。需要多少勇气换你真情？我忘了所有精彩。哦，打那么多，怎么能？那个是要割的，能割掉吗？我也会心疼的。万多啊，哪里那么多钱？要五万多是吧？是我天天要打了。打针要100多是吧？不容易，太不容易了。好心会有好报，知不知道？善良的人会有好报的。反正总的来说，谢谢你，你太不容易了，也自己这么大年纪还要买菜，这里要5万多块也没有去那个是吧？我这样吧，我留个电话给你，到时候看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你可以联系到我们，好吧？我给个电话给您，来。这是我电话，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联系一下我，好吧？可以、谢谢你了啊、你的好心啊，再见。大叔，这个花是你的？是这样呢，我过来找老乡没找到，然后我现在身上又没带钱，能不能借5块钱给我，到时候我过来还给您呢、不可以啊。可以，这个买这个。可不可以借5块钱让我回个家坐个公交车啊？婆婆，可以借个5块钱给我吗？啊，我没带钱，借5块钱坐公交车回去。我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不，能借个5块钱给我坐公交车回去吗？对呀、我过来找老乡，没找到啊。没想到没钱回家，对对对。哎呀，这么好心啊！这么好心啊！大叔，你给我的，你给我。这个老板给我的是吧？我以为是你给我的。大哥，谢谢了啊！好人有好报。谢谢大哥，这个多少千斤啊？不知道，您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？本地的是吧？你好心啊、好人有好报啊！没事，我看一下，我也不急着回家。对，堂面百岁，对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堂面百岁。大哥好人啊！大哥，您稍等一会儿。你这么好心啊！我只是，其实的话，我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者。我其实我不缺钱，我就看有没有好心人帮助一下我。你这么好心啊？对对对，要5块钱还你。5块钱还给你。好人好报，好人好报，大哥啊，我带钱过来的，来100块钱奖励你的啊，奖励你的好心，好人一生平安啊，对对对，好人啊，好人一生平安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啊，今天我在石角遇到了好心的大哥啊，好人平安啊，好，再见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空气里弥漫着心痛。老婆，没钱喝水，可不给2块喝水？我没有准，没有水，没钱。我没有钱去那趟跑了。没钱。老婆，给2块钱买水喝。没有2块钱的哪有啊？没有2块。这样子，阿姨，可以给2块买水喝吗？啊，你都想向我要啊！到时候我买了瓶子给你啊。阿姨，可以给2块买水喝。
阿姨可以给两块买个水喝吗？阿姨，能给两块买个水喝吗？要不买菜啊？哦，好口渴啊，可以给两块钱买个水喝吗？给我了。能给两块买个水喝吗？没有。大叔，能给两块钱买个水喝吗？没有啊，我都没有两块钱。啊，没两块。阿姨可以给两块钱买个水喝，对。没有。还没卖菜呀？啊，卖菜。大叔，卖菜呀？没有。给两块给我，这么好心啊。啊，谢谢。你是好人，大好人。啊哈，对对。您一定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好、哦哦、好，谢谢了啊！好的，好，再见。工程照怎么了，大叔？这边是你的吗？是啊。哦，这个也是你的。哦，把我包起来，传药了。传药啊！对对对。三门开，够了，阿姨啊，这里够了。啊，四斤，总共多少钱？总共？27.28。28块钱是吧？找个几个比你？对，找十。大叔啊，我刚才我站在对面那里啊，我看到有一个，是不是有个流浪的过来？你给了两块钱给他。我说，你这么好心。啊，两块钱能。两块钱。一块了。哦，证明你善良，善良。这样子，大叔啊，你也这么，您的心地这么好，善良。给两块钱算了。啊。这个我带那个乞丐回报你，你不用找，你拿着，不用找，你可以不用找啊。哎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们年轻人赚钱比你容易，是不是？像你这么好，两块钱都是钱多啊，200块钱很多人都不给呀，是不是？很多人都不。大叔，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。你看，他们都是来学习的，这些小朋友看到你大叔好样的，这样子，大叔，我带一个人给你看一下，你看认不认识他？其实刚才那个人我认识的，他们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你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来？是是，所以说您这种您太有爱心了，非常的善良。两块钱对于你来买菜说你也才买20多块钱，是不是不容易？来，我这个好像拿着，拿着。您的善良，我这个不要，应有的回报，应有的回报，是不是？现在不要，拿着。大叔，刚才你帮助的那个人就是我，知不知道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很口渴，我渴望大家能给一点点帮助，所以是大叔给了这个爱心，感动了我。这个给我，我都不要。好，您拿着，大叔，拿着。一点，我一点心意，我一点心意，好吧？你帮我买这么多菜，我找点回家做是吧？买这么多菜，这个菜的话才20多块钱啊，是不是？才20多块钱，是不是？我真的不能要。拿着。您的善良，应有的回报，知不知道？这是您善良应有的回报。大叔，您拿着，听我的好不好？这是我报答您的，请你吃个饭，总行了吗？这个菜钱我已经收到你了。你恭敬不如从面的话，我也不阻你太多时间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了啊，大叔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好人，好人是吧？我先走了，去了，啊，祝您幸福平安，啊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好的，好的，再见啊，好。这个能不能赊一个给我？我明天拿钱过来给您。明天不来了。明天不来了啊。
可不可以吃一斤菜给我？我明天把这个瓶子卖掉了，我拿钱过来给您，不行啊。婆婆，这个空心菜能不能吃一斤给我？明天我拿钱过来给你，不行啊。婆婆，你这个可不可以吃一把给我？明天我。我明天没有菜来卖，我不来。那后天也可以，后天再后天都可以。婆婆，这个番薯叶能不能吃一斤给我？我明天过来帮你给回你，可以啊。啊，你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你是很善良的老人。婆婆，你多大年纪了？60多了是吧？哦，好，好心人有好报啊，谢谢你。我把这个瓶子卖掉了，你明天还在这里吗？还在是吧？好的，那我明天拿过来给您啊。好，这里多少钱？不不，多少钱就多少钱。2块钱是吧？哦，那好的，那谢谢你了啊。好，这是红薯叶是吧？这个啊，1.5一斤。这个多怎么卖啊，奶奶？3块了。3块是吧？哦，这样吧。这个我传药了。哎呀，我刚才，我刚才在那边看了一个人，向你要菜，你给了菜给他，那么好啊？是啊，给他红薯叶给他。哦，2斤是吧？6块。哦，行。我看一下啊，我帮这位好心的老奶奶先把菜买了。我刚才在对面看了有一个，是不是一个流浪的走这里过，跟他要了菜啊？是的，是吧？啊？等一下先啊、哦、等一下先，他说明天给钱给你啊。他说明天卖完那个废品再给钱。哦，就是卖完废品再给钱是吧？卖完废品再给钱。那他明天不来了嘞，来了呀。不管就算了嘛，这样子。太太要一点红烛叶呢。两位好奶奶心地真的好。这样吧，奶奶，我跟您说，这个20块钱就不找了。找了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您这么大年纪，您都那么大的爱心，一个陌生的一个流浪汉走这里过，你都给菜给他，是不是？那我也值得，要帮一下你们，啊？我跟这个奶奶买就好了，因为奶奶是个好心的老奶奶。奶奶，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，我会魔术的。啊，你看一下啊，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。对，你看一下。谢谢您的善良啊，您帮助了我，好心有好报。奶奶，这200块，拿着。我的心意，你帮助了我，是不是？我来报恩，是不是？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这是我给您的啊！祝您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拿着，来，这箱牛奶也送给您的，拿着，您的好心啊，一定有好报，好吧？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孝敬您的，好吧？啊，拿着，这是好心的回报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为什么我一排过来没有人给我呢？就您给了我，拿着它啊。拿着它，知不知道？我们年轻人赚钱比你容易，你老人家种菜不容易，知不知道？好，那我这菜就先拿走了啊！啊，祝您家庭幸福啊！祝您身体健康，好吧？来来，好，好人好报啊！祝您身体健康，握个手。好的，好，走了啊！让我们敲希望的。钟啊，多少祈祷在心中，让大家看不到失败，将成功永远在，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啊，四季少了想。